哎，应该哦。啊，说你好，你好。啊，那个，我有个问题哦，就是一直想不明白，想要请教你一下，就啊，是关于我们一个国内一个关于舆论的问题啊，就是，这个关于男女对立的话题能聊吗？能聊，你同事来过，但是我可以跟你聊，聊吧。可以吗？喂。说，能聊哈，我不是娃娃，我福建的，福建那个福建口音会有点重。那个就是像现在你看，像现在京东那个这个舆论事件不是闹得很大吗？这个问题我不是已经聊过了吗？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这最近网上不的是，一些舆论，咋的？你那稿开始读了，然停后不了，哥包们儿。括我以说你前我不是，也你那稿发开生始那么读了，停多不了男女吗？对立的事件，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？你不看是这个你那对个立。稿开始念了以后停不了吗，哥们儿？说问题就是说，不是，我想说的是，就是说，你看这个事情，我也是临时想的，我不是没有搞那个，我就是想问，为什么舆论这么的混乱？但是关于我们这个国家的，没有对这个舆论做一个引导啊？你看，你甚是至福还有建人啊？像什么妇女报这些东西。不是，你是福建人啊？对，我福建人，对啊，我你福建梯子人，闽南人，你口梯子腔掉了，哥有们点儿，像台湾人。你梯子掉了。不是，我在印尼，我是闽南人，但是在印尼。我说怎么那边打电话过来说我中奖了，全你这口音的呢？你哼哼啥呀？你搁那干啥活的？我听听。想笑，不，你是干啥就活的？我是听听。我啊，啊，我在国内做电商，就你真是是福电建人商代吗？理。对啊，真是福建人，我是两闽个南问题，人我问赚你的。两个问题：电音三太子原指谁？三太子，电音三太子原指是谁？电音三太子原指是谁？没听过，不知你道。妈祖一共有几个妈祖？妈祖，我们泉州不信妈祖，哎，不是，也不能说我们泉州不信嘛，我们那一块不信，我们是晋江那一块，晋江这边主要信的是关帝吧。感觉还是有点不太能够说服，福建不晋，太能泉够州说晋服江我人，们，哥们儿。哎，那个，这个怎么说啊？等会我儿，总不能报到我家门口吧？我总不能报到我家门口。对，我家我想问一哪下，儿？大锤减去小你锤，说，大锤减小锤加宫廷玉液酒等于多少？什么小锤加宫廷玉液酒是吗？大锤减小锤加宫廷玉液酒。小锤，我记得是40吧，40加180。八十不是，减那四关键在十屏加一幕上百干八，啥？你们搁那抢答呢？那搁这就儿？两百二，不是，那屏幕抢两答都百二出了吧，是半小吧？时了，哥们儿。来，站上来，3秒钟之内那说可答能案是我啊！这边来，最后一道题，节目效果会节目最后一道说，题，3秒钟之内必须回答出来。泉州座机电话代号多少？泉州座机电话058。应该是058吧？哦，0595，真不是，是我加是八八六纯纯喽，是加八八六哈，0886喽。跟你讲哦，恁北国还是不带是六零八不是，我要是台湾人哦，哦。我全家是户口本。会不会难过？哎，为什么这么误会我呢？这个真的，我想一下，说点对，什会不么会泉不州。不是不是会不会会看到这个景象会不会难过？一蓝一绿在福建舰下面。
然后那个白头鹰，白头鹰我喜欢福建舰，我跟你说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好，冲你这句话，那我就再跟你聊聊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是好好好，冲你这句话，我就再跟你聊聊。我也相信，如果有稿费，你这句也导致你领也是领不着了。行，然后呢？行，接着聊吧，可以聊一聊。然后呢？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话题嘛。我因为我跟你说，我因为我结婚，其实我去年才结婚，然后跟我老婆其实感情很好嘛。嗯。但是因为我就经常在网上看到这些女权啊，这些怎么样话题，然后就感觉我老婆她也喜欢上网，她要看到这些东西，我就感觉非常的影响啊。你早说是这儿的话，我以为你想带男权女权话题，早说是这儿。对，就是我其实男权女权我无所谓，我跟你说，我也有同样对杨笠我根本无所谓。不是，我也有同样的问题，但是呢，我的反 PUA 能力比较强一点。你可以反 PUA，就是，比如说啊，原来英嫂就特别爱看，据说好像是某博士不啥的，就也是搁这个综艺节目上的。这些就是我认为的女的驴马啊，就女性咋地的，怎么地的整这出的啊，就谁谁谁就应该咋地的，有这种的啊。没结婚，就是英嫂那个没领证而已，就是他也看这种东西。看这种东西的时候呢，我就在旁边，他只要一看，包括他这个他刷抖音的时候啊，哪个女的穿个小西服从她借的奔驰下面往下走，一边下来一边搁这镜头一边跟着一边往前走，完了后面搁这咣咣放上音乐了，哎，就是那种视频，知不知道？哎，知道，就是女人就该活出自己的样子，我们不用给女人那个，不用给男人做黄脸婆，当你年龄大的时候没有人会爱你，姐妹们美起来，从今天开始买下面那个面膜，就是这类视频。我但凡只要用耳朵听着英嫂搁那块看，我就要开启互联网喷子模式。什么模式呢？我要喷这女的半小时，哪管此时此刻她已经把身翻过去了，哎，已经刷上影视解说了，我必须还搁那喷，我一直搁那喷，喷到她脑瓜仁都嗡嗡疼啊！我都不看，我都刷过去了，我没说她说的对，你能刷到这种视频就说明你有问题，你肯定是有这个倾向，你在没在我身边的时候，你肯定这种问题看多了，要不然的话，为什么我刷不着这类的视频，一直他都懒得理你。然后下回啥？下回再有这种一说男女话题，他为了他下意识应急反应，他为了避免我逼，他赶紧就刷过去，于是没给这个视频的完播率。所以大数据认为你不爱看这类东西，明白吧？英嫂原来一直给我转发。一整的有个女的，她讲话的往那一摆，往那一坐，手里还得拿杯红酒啊，觉得自己好像成功女性，穿身西服啊，给大领子翻翻，一瞅见她三姨姥的，穿个西服，还假装自己这有形象。女人到了一定的年纪，就一定要爱自己，因为这个社会上不会再有人像你那么爱自己啊，怎么地的啊？你的容颜终将会老去，男人永远都喜欢咋地，就那种的。看着他之前还给我发这种视频，发完这种视频，我必须一个视频电话支过去，开始骂这女的，骂一小时，骂到他最后就是行啊，行，我睡觉，别逼了吧，不看，他对，他有病，对，他有病。哎，三回五回你就扳过来了，真事的。但是这样会不会显得我非常的是对他的控制啊，影响他，而且不会啊，而且你知道我在不会，你可以据理力争，你可以跟我掰扯吗？对吧？其实不是，就是怎么又给我画面屏蔽？是不让戴头套吗？因为其实怎么说呢？就是其实我在生活中，因为最近我老婆也怀孕了嘛。然后他也经常看一些母婴的类型，然后包括一些奶粉啊，奶粉不是三鹿的那个事情吗？然后那都过去多少年了，哥们儿还三鹿奶粉呢？不，我想说的就是一个例子，就是他看到很多奶粉焦虑的话题，然后他就转发给我，然后我马上我就去找很多辟谣的
来反驳他，没必要，就没必要。啊，不，就是我在生活中其实遇到很多话题，我也会跟他抬杠。对，就是你抬杠，他反驳，反驳你就是啥呢？以后他但凡抬你跟他抬过，就是我聊过的话题，你就把我发给他，知道吧？他，我告诉你，这类的视频，就是制往大了说，就是在制造社会上的不和谐声音。定性你应该是懂的啊，就制造社会上的不和谐声音。对啊，而男女打拳的视频，其实我觉得就是制造你家庭的不和谐声音，明白吧？对啊，你可以帮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就是我就很疑惑，就是明明这种东西，你只要三观正常的一看就觉得有问题了，但是。不，他现在里面他不会觉得的，他一定不会觉得的。我就是说，为什么我们像你一些央视啊这些媒体，为什么不做一些舆论引导，老反而去是吧，让一些现在的风气变得这么的差？可是其实我在很多事情上我是非常支持这个国家的这些决策，这些那你就但是这个问题我就觉得非常的。不解，非常的反。就我讨论过的话题，你那啥就行了啊，你那个直接给他看我切片就行了啊，咱不絮叨了。要不你把你老婆叫来，带着他的话题跟我。他在国内呢。对啊，你就让他不是异地异国恋。你叫他跟我连麦，兄弟们，大头鹰巧克力。哎，行，你要不你叫过来跟我连麦了啊。啊，去吧啊，好，去吧啊，是吧。